有一
你去从旁边帮你会发现到，就是说它的烟灯性非常好，然后可是它的底部哦都不会有焦掉的这个状态，哦，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烤出的面包烟灯性非常的足，而且皮是非常好，所以你的这个力道越强，你烤出来的时间就越多。对，我像我们今天这一个把面包烤出的时间差不多是16分钟。然后呢，今天带来这第一款是我们的原味法国面包，第二款是我们的梅干扣肉面包。好，梅干扣肉面包，哇，大家一定在外面没有吃过这样的口味，因为我们呢是为了烘焙展而特别设计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专门设计这一款哈，用的对，用的是这个客家人，苗栗客家人。对，对，所以今天带来这个我妈妈的配方，梅干扣肉，搭配披萨丝。哇，而且它做了
带脚架来了，酸了。